嗨，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 Acer。 大家想必已经看到场面非常的热闹，那么我现在是在坦克700 Hi-Fo T 的发布会现场。刚刚呢，这个车也已经上市了，价格已经发布，那么它的价格呢比之前的预售价格要便宜4万块钱，也就是42万起步，当然中配的车是46万，当然那个限定版还是70万，毕竟自己说出的话要圆了嘛。那么那台70万的车还是要放在那儿的，但是主销车型一定是46万多和42万多的车型。那么这台车怎么说呢，我觉得首先它是坦克系列的一个旗舰车型，该有的都有了，它的配置是拉满的，然后设计是豪华的，同时呢它的整个内饰我觉得是它的一个亮点，更重要啊，它是坦克，所以呢这台车一定是越野能力非常强的。那么至于它值不值得期待呢，我觉得啊，如果你手里的银子预算是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。但是啊，如果想要一个真正作为一个平民越野车的这么个定位来说的话，我更期待的是坦克300的 Hi-Fo T 版本，你们觉得呢？2月26日，中国越野世界巅峰坦克700 Hi-4 T 正式上市，限定版建议零售价70万元，激进版建议零售价46.8万元，极致版建议零售价42.8万元。发布会现场，长城汽车公益救援基金会正式成立，未来将面向每一位热心公益的长城汽车用户，为其提供物资、培训、安全在内的帮助，做每位英雄强大的后盾。动力方面，全球稀缺的 3.0 TV6+9 H 大排量混动架构，最大综合功率385千瓦，综合最大扭矩800牛米，限定版850牛米，驱动坦克700 Hi-4 T 100公里加速5秒级，动力参数全面超越 V8 发动机，基于电的加持，让 3.0 T Hi-4 T 真正做到能量无忧，油与电之间无缝配合，消峰填谷，瞬时充电功率可达100千瓦，既能实现城市出行零油耗，又能满足同级别车型难以抵达的诗与远方。坦克700 Hi-4 T 率先搭载电子可断开式稳定杆，相较于纯机械式的可断开稳定杆，其使用条件大幅度降低，基本可实现任意路面稳定杆连接断开，使车辆增加60毫米悬架反跳行程，使轮胎紧紧接触地面产生附着力，配合三把锁和强大稳定的动力输出，即使单轮着地也能从容通过越野困境，驾驶安全性也大大提升。搭载的空气弹簧与 CDC 电磁减震器百万级主动悬挂，提供6种高度调节，3种软硬调节，配合智能前视系统，悬架可基于前方路面起伏情况提前进行阻尼预判调整，完美覆盖游城之野的全工况全场景。坦克700 Hi-4 T 采用极尽野奢美学为设计理念，车身饱满强劲的车身线条，以气吞山河之势勾勒车身，群山般的压迫感不彰自显。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090×2061×1952mm， 轴距为3000毫米，限定版轴距保持不变，长宽高为5110×2122×1986mm。 坦克700 Hi-4 T 大灯灵感来源于布隆莫火山，采用全球首创旋转开合式遮挡叶片，搭配260颗 LED 灯珠，远光灯采用激光模组，大幅提升照射距离，每一次点亮蕴含无尽火焰粒子迸发之势，为每一位极致探险家照亮前方未知之境。依托于 Hi-4 T 领先的架构设计，开创性的将电池固定在车架横纵梁内侧地板上部，通过架构设计彻底避免电池被冲击的可能。领先的结构设计让电池包可承受超国标3倍的震动冲击要求，有效抵御正后侧多方位碰撞场景。同时我们构建了电池防护，整车防护云端24小时检测3道电池安全护盾，让电池安全再加码。坦克品牌开创中国豪华越野新纪元，以性能冗余对抗虚高溢价，以巅峰技术承载民族自信，它的出现必将矗立于中国豪华越野之巅，引领全球豪华越野新标准。